没有跟大陆接触，我并没有说一定要，而是说我们可以要可以不要，但是不要马上说我不要，就是这个意思。一起祝福新年快乐。不转乾坤，大家今年我们都是好运当头，鸿运当头，好不好？其实我们从上会期开始在立法院相关的提案或者讨论的时候，国民党的一个原则都非常的清楚啊。第一个，我们对于国旗、国歌、国号这一种变更国民呐 或者是国家定位的我们不会支持也不会提出那最重要的是应该透过修宪达到权责相符的一个目标有效的让国内每一个政党。大家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制度底下来运行我们的民主制度，让我们的政府运作效能能够提高，达到权责相符的目标，这是国民党在修宪上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轴跟主张。风水对风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因为你怎么换都会有人讲话那对我来讲对很多人来讲，我认为空间只要是明亮舒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就是好的风水。那更重要的是，执政党的两岸政策要能够真正福国利民，要能真正解决两岸人民的问题而不是制造台海的一个事端，或者升高台海一个对立我觉得这个是人民期待的一个执政党的两岸政策。没有跟大陆接触，纯粹是看到国际间对于大陆、俄罗斯乃至于印度的疫苗呢，都寄予厚望。所以在我们疫苗取得的过程，诸多的困难而且速度很慢的情况下，不要排除一个可能的选项，如此而已。我并没有说一定要，而是说我们可以要，可以不要，但是不要马上说我不要。就这个意思。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闹变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只要你敢说我们就敢要。赶紧拍摄影片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还有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下的 YT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各位朋友，闹变风下赶嘴就来变。